好，开始。哇哇！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孩子们的游乐场。那我们今天来做一个玩具开箱，雷射枪哦。那我们今天来做开箱吧。那从哪里打开？哇，是蓝色。里面还有什么东西？没有。那个雷射枪，叮。好了。啊，你没有教大家组装，就给人家装上去了，要怎么装？哪里要对？它这里你看哦，这个地方有这个亮亮的，它要装要对准哪里？要对准哪里呢？对准下面也有亮亮的，这样子它才会亮。电池在哪？哇，这是脚架哎，可以趴在地上，就像上次我们去屏东那样 ，pu pu pu 那样的感觉。电池装哪里呢？这里。装这里。好。那来把它装电池。那你看电池它的图案，尖尖的要向哪一边？这边。哦，它里面有图案，尖尖的要向哪一边？装电池，尖尖的向哪一边？这边。还没不够，还没吃饱。啊，两个还没吃饱，还要再装呢。哇，要装几颗啊？好像要装三颗吧。压这边压进去，好了。哦，等一下，哇，装好了，哎，我吓一跳。好，开始。哇塞！你一样趴在地上。我们现在已经搬新家了。搬新家。哇，好，变。好，这个比较好玩，这个给你玩。这个超好玩的呢。好，恭喜妈妈。那你的怎么没有？一、二、三。要躲去哪里？吴信义，我偷了，要躲去哪里？可以躲到哪里去吗？我听到声音了。好玩吗？好玩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，请你订阅和分享哦。那我们下次再见哦。拜拜。拜拜。